今天我们来做紫米雪媚娘。紫米提前泡一个晚上，放进电饭锅蒸熟，趁着热火把奶粉和砂糖拌进去。就这个捏线，不骗人的说，包袜子也能好吃。皮的部分就更简单了，只要有这款雪媚娘预拌粉，粉和水的比例是1:1，一定要用开水，揉的时候戴手套就不粘了。操作真的很简单，新手小白也能做出我这样的效果。分成小份之后，把这个奶甜奶甜的紫米线包进去，外面再裹上咸香的海苔肉松，就这满满当当的咬上一口，哎呀妈呀，真的太绝了！